整条街只有我一家开门，全部关门。笑死我了，都是农民。说是这一层楼都要给重症的用，要上呼吸机的那种。全是人，这医院。现在这个发热门诊想排都排不到，这个还是在外面，医院都没人了。看看，这都是阳的，身高大小、阳骨，都是来挂吊水的啊、哦，人多嘛，排队排多远了？排着队买药，哦哟，都是人啊！我的个乖乖的，卡子捏的咋咋弄？哎，叫咋咋弄？你说说这那些快递咋咋弄？哎，那些快递都给我的搬了，还没有弄。到处逮都是，那个逮的是，这边逮的是。这个东西不管买了，买了你搞的都搞丢了了。好兄弟，你看一下。这怎么搞？
看看杭州的地铁啊，空空荡荡。耶、yeah. ！看这边啊，这边也是，啊，空空荡荡，连一个乘客都没有。看这大润发超市，冷冷清清，人也没有啊，都关门了，关门大吉啊！一个大超市冷冷清清没人的。喏，那看看喏，放开柜个干面高头啊，连妈妈都没不呢，是不是全部都躺平了呀？你看我下班的路上，我的天哪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妈呀，我刚刚看了个时间，我看是6点，我还以为9点呢，这加班也没这样啊。哇，你看看，等会儿，我去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人都哪儿去了？真的都阳了呀，我的妈呀。现在阳的早上都没人了，你看看，一天早上都是人，都是人，现在就几个阳在路上，到处都没人了，完蛋了，要回家过年了。股民也关门，麦当劳也关门，蜜雪冰城也关门啊。三岁学习因业务需要，最高级学习导购加盟，详情请至学习说明台。